香格里拉边疆丝绸国家公园，隐逸的高原秘境。我再次来到这里，寻找我国独有的高山精灵。这是主雄猴二姨，它是诸多小家庭的主雄猴中最年轻力壮的一只。它目前占有六只雌猴，不远处还有一只硕大的成年雄猴绿羽，一只全雄单元中的单身雄猴。单身生活自古百无聊赖，它正直勾勾的盯着一处。这是主雄猴二姨的过夜树，上面住着它的家眷，是绝对不可侵犯的领地。单身雄猴就在主雄猴的家庭过夜树周边蠢蠢欲动，伺机而动，有些时候就会招致主雄猴的一顿好打。越逼越近，他径直迈入二姨的家产，就引起了这只雌猴警觉，他立刻尖叫起来。让我们慢回放一遍，你看，一只雄猴落荒而逃。哦，摔倒了，他摔倒在地，按停才爬起来。这正是越逼，他被主雄猴二姨打得落花流水。你看，在边疆丝猴的世界中，想要脱单需要绝对的实力。